AG 首战给中义抢镜，两波大节奏锁定胜局，葛咪你直呼惹不得。中义再次证明掏出镜的那一刻必要吃下一分，七分钟配合猫神张飞大招，瞬间控制三人一波零换四，打开节奏。不错，进去两只了，张飞喷了一群人冲进去，再来一波波，世界全部打在下路的，直接去盯后排送单，但是史莱姆斯被抽掉了，乔西和林和的阵亡，这波也被了，徐炳成再给一下补攻，这波轩染跟过来一个二级的追上去，让人头给到了中义的镜，一波团战零换四，剩下星宇一个太乙真人。紧接着在十分钟关键节点，W B 三人本想蹲掉中义的镜，结果被中义反打，还击杀一人，带队友赶来一换三锁定胜局。葛咪你直呼这个镜惹不得呀，这个人惹不得呀，我觉得这个人惹不得呀，惹不得呀。这个镜惹不得呀，家人们，是杀了，但是全没了，一换三，这波史莱姆是顶着打，真假的？这波为什么还敢打？两个真的四个打吗？疯了吗？北京微博。疯了吧！一个史莱姆斯，中义的一个技能，队友的协防之下，完成了一波一换四，真敢打呀！